今天是2月13号，星期天。天气呢是一个阴天。昨天还是继续下雨，今天还好，雨又停了。那雨停了，就可以好好的巡视一下农场。毕竟最近种了一些蔬菜啊，田龙竹啊、扦插这些东西呢，都是需要好好的去巡视观察。然后还有李子，红肉李子呢，也开了花，那现在也要去观察它到底能不能顺利结果，因为雨如果太多，就可能落花，落花就没有果可以结成了。那还有一个就是胭脂梅，胭脂梅最近呢开始结果，那至于水蜜桃的话呢，也开始开花。所以最近呢，雨最好不要太大，也就是雾气重一点没关系，但是就是水汽这样就足够了。那接下来就是温度，温度如果能够上升一点会比较好，因为太冷的话，蜜蜂是不会出来授粉的。所以一个农场的经营其实是要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而不是说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随你高兴的去剔除它，而是你要依照自然的规则，来经营你的农场，这样的话呢，你所得到的回报呢会大一点。OK，我们现在就开始来去巡视农场喽。现在就让大家欣赏一下这只蜜蜂在采蜜，你有看到它脚上？带了很多的蜜嘛，OK，它可能已经做得差不多了，要回家了。整棵枫树上，这个野桑身上面，都是蜜蜂。这些蜜蜂呢，都趁着阳光出来的时候呢，就冲出来了采蜜。这是自然生态里面呢，非常重要的一件。工作也就是授粉如果你没有适度的授粉呢，那我们这些植物呢就没办法传宗接代了 要注意看一下那个蜜蜂的脚上面是不是带满了花蜜这个就是蜜蜂在采蜜的一个过程也给大家欣赏一下。其实蜜蜂是很辛苦的，它要把它的脚塞满的花蜜，然后再挥回蜂巢，喂食它的后代。OK，这是我们今天拍到的野桑身上的蜜蜂，嗡嗡嗡的叫声哦。